嗨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嗨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我们来跟你分享一些酷炫的摄影器材。我也不知道这支影片的标题要叫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单纯就是开心分享一些我购买，然后我觉得很厉害，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大家的摄影器材，然后跟大家做分享啦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就要来先分享这一个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无线图传，那可以直接传输到手机幕。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厉害，而且重点是价格便宜啊！它一个内建电池的无线图传，小小的，放在你的相机上面，放在跟焦的荧幕输出上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画面，这超级方便啊！你要给美术，你要给任何人都可以，你要给谁要检查画面，客户想要看画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画面啊，而不用大家就去挤在那个大荧幕或者是小小荧幕在那里一起看，或者是根本没有荧幕，然后拍完每一个片段都要去相机前面这样滑来滑去，然后大家都凑在前面这样抢着看画面。不用啊，就一个小小的无线图传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画面，这不是超棒？那你如果这个无线图传你嫌它延迟或者是什么影像品质不好啊， Jesus Christ，